器是新型的。快点，我要搭乘。哇，怎么动啊？哦，干，好帅啊！完了完了，不要再玩了，会死人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Lauto Oldman， 今天继续我们的地球防卫军伍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使用这个新的兵种哦，应该是说这个兵种从一开始就有了，只是呢，老头没有尝试过，就是舰兵啊，以及空袭兵。哦，那个飞翼潜行兵这个之前已经玩过了，但是没有玩得很深入哦。那我会有点想要玩看看舰兵到底是怎么玩哦。然后他这边是有写说，上级的兵科啊，然后学习多种技巧，但熟悉后发挥能力会十分的强大。哎，然后我就很好奇啊，这个到底有多难操作之类的啊，这个我都还不会玩。哎，哦，什么原力巨刃？利用原力，哎，完了，这个完全看不懂，感觉很幸福的抱枕，伪装成很幸福的抱枕，自己香槟蛙哥啊，拿抱枕打怪，哇塞，这个没问题吗？近身砍呢、欸，拿抱枕砍是不是？哇靠，这把巨剑好帅啊、喔！我还可以拿斧头、喔，我们拿抱枕好了。这个任务的就只有我。哦，走路好慢啊、喔。那、啊、我要怎么攻击？敌人并没有发现。接近后，一鼓作气收拾掉他们。长官。使用静音模组，开始夜间飞行。是，长官。哇！我连攻击怎么攻击都不会啊！我要完蛋了。哦，近射护盾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？哦，那手持格林加农炮怎么使用？加农炮怎么使用？我还是不会用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怎么用啊，大哥？派菜鸟来协助妖精部队。这个任务太难了。别这样吧，来来来，弹回去，弹回去。算了，还是这样子好了。最大动力，估计没打到啊，大哥。哦，操作性好难哦，突然觉得突击步兵啊，好用多了。哦。射死他真的是耗死哎、欸！哇！哇！哇！那抱枕之力啊！看看我的抱枕之力，烤青蛙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就可以横劈？不是横劈，这就可以这样子喷射，然后换这个就不行，换这个只用跳的，差好多、哦，我死了啦！我超难玩的、啊，我要玩别的，我不要玩这一只。先解决一只，哇，他们来了。靠背也太多了吧！救我！还好这个追踪导弹可以瞄准，撤退打，撤退打。来呀，来呀！靠背那谁的尸块了，挡到我了，妈的！其他区域的情况如何？阵况一天比一天恶化。人类在现在的阶段还勉强能撑得下去，其中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有三艘航空潜舰的表现超乎了我们的预期。三艘是什么？三艘潜水艇都有。因为有航空潜舰的妨碍，让敌人要花不少功夫建设据点。
我们必须要有效利用这段时间。我知道，死去，交给我们吧，会好好削弱敌方阵地。交给我们吧。啊！原来是躲起来的部分啊，卡在墙上了，我天哪、啊，有点恶心。打完了，结束了，终于结束啦！这场闹剧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真的建造了田少基地，体积比大楼还大，到底是怎么弄来的？体积比大楼还大，超大一勺的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飞机无法接近，敌人的对空迎击系统非常完整。由地面攻击。这个感觉，这个感觉蛮秒，蛮这个感觉蛮屌的。这个为了对基地，速度好快啊、哦！有必要排除无人机。我觉得这还蛮好用的。攻击无人机，速度快，又会追踪，多赞！完了，用完了，能量用完了，休息。基地的炮击，哪里炮击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战斗机体前进，成为步兵的盾。哇，我觉得我这边应该用步兵才对的。我们也成为盾吧，拿着护盾前进。我们也成为盾吧，我的天哪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敌人的对空炮火持续不断，只能由地面接近了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外星生物的基地前进。我可以直接冲过去吗？这里是金兔，我们遭受炮击。我们遭受炮击。目前，靠，好混乱。有五处发现外星生物的基地。有五处啊。都是由上空降落下来的。好多东西啊，好爽啊！都投放下来了，外星生物似乎做足了准备。这样就等于基地周边被压制了，好爽啊、哦！自动追踪子弹，却是这种惨状。攻击基地，杀！捡箱子啊！对基地的攻击无效，我还能打？基地的攻击无效，什么东西？攻击没有效果。哇！无人机出现了。更多的无人机出现了，没有成效。无人机进行召唤，无人机的数量超越预期，超越预期啊！弹幕游戏啊！Oh my god！ 这次的目的是收集情报。我知道，但已经无法继续了。哇！牺牲性命收集情报，杀杀 KO！杀杀给我，杀杀给！你不要理我。心机多，杀杀给我。那是电浆炮，没想到连那种东西都……他哪里有发什么电浆炮？这个吗？我靠，这电浆炮！我靠，这真的打不赢、欸！哇塞，开始攻击啦！无人机从基地里出动了！完了完了，非常的混乱。先捡武器啊！哇，你看，你看这个子弹发的量实在太夸张了，太扯啦！已经变得猛烈了 ！Oh my god！ 撑不下去了，撑不下去了，我要死了！Oh my god！ 不错。这里是 G4， 发现巨大炮台已经启动。他的巨大炮台应该是上面那一撮吧？这里太危险了，无法继续打下去了，开始撤退。开始撤退，看我的后空翻，后空翻撤退。旋转跳跃，我后空翻，好多东西在地上啊！先捡一波。无人机又出现了，
还没打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啊，不是说要撤退吗？你们看我跑第一个吗？我要捡武器。要是被这么多无人机追着，会造成市区伤亡。哎呀，自己都顾不了了。击落无人机，还是那边市区伤亡，当自己是神力日，天生神力啊！快跑啊！不能让这么多无人机到其他地方去。撤退的同时，击落无人机。撤退的时候还要击落这些东西啊！如果他们超过去怎么办？全中距，麻烦大侠再来过这样子。哎，全部都冲过来，我都快死了！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！要是放过无人机，受害范围还会扩大，全部击落。讲得很容易这样子。将他们击落，补血补血，看我刚补满而已，我才刚补满而已，好像还有一只是不是？哦，还有一只乌龙机在那边啊，解决一下 ，OK， 结束了。哇，爆炸！敌人呢？没了，还有一只在右边。我靠，这只去哪里啦、啊？去哪里啊，这家伙？只要那座基地存在，就等于地面被压制住，我们被僵了一军。被僵了一军，这基地超猛的、欸。发现大量怪物，大量怪物在哪里？哎呦，塔上大量怪物呢、喔！哦，这个就比较慢一点了。有没有这光束枪？04就比较慢一点了，但伤害应该不错吧，而且还会有爆炸效果，可是很容易就没有能源了。救救救救救！能源消耗也挺快的。这就有点慢了、啊。哇，这是霰弹枪，根本打不到，只能依赖这个打远距离。飘飘飘飘飘，飘飘飘，然后冲到飘到尾了。哎，僵尸得到啊，可以哦，哈哈哈哈，居然这个距离射得到，意外了。哇，这怎样？这青蛙穿防护衣啊？哇，哦没有，我看错了，这青蛙没穿防护衣，我眼馋。啊，这青蛙是原本的青蛙样，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先把塔毁了再说啊，不然的话一直升没能量喽。是长官。哇哇哇哇哇！追来了，追来了！哈哈，好像那个水果肉块的那种感觉。哇，我的摇杆狂震动啊！天哪！继续，再靠过来一点。哇，没有能量了，补一下。哇，好爽，好爽！这个声音，哦，这个声音舒服。应该有好几座塔，找到之后加以破坏。靠背，哎，那边那座塔没打到。瞄准，发射。结束。弱点为上方发光的装置，传送矛塔。只攻击那个部位的话，步兵的武器也能加以破坏。快哦！我用这个打塔真的好爽。结束。
我来了。嗨，你好，这座塔我拿下了。哦呦呀！影响到经济。终于啊！停工的企业增加，哦，雇佣也大为减少。My God！ 目前对于失业问题，甚至无法有具体的政策。快点，快快！超级菜鸟，卖差都快死啦！你说我的选时光剩我一个，我难搞呢。他妈超难搞的，你知道吗？只好这样打了，后退战术把他们全部清光。把这一局打超久，打得我心很累。No， 我等一下绝对要切回步兵的，妈的，其他兵种实在太难玩了，真的太难了。林北绝对要切回突击兵，死没啦！干，很老实哎，终于，超级难打，没办法，这种空兵血少就算了，一大堆鸟毛事情。白血外星生物的登陆艇啊！我要怎么叫摩托车？还记得他们打算投放能量不够，吕迪啊，还不够是不是？啊，够的话可以叫一台就对了。请救救我们！不要，不想救你们，我看你们就堵拦。让民众自行避难。不要啊！好好好，自行避难。对，自行避难，自行避难，快点！不要在那边反啊！还没有避难完毕，别让外星生物越过此区域啊！越过就输了吗？我很爱你们，我很爱你们，快逃吧 ！I love you， I love you， I love you。哇啊！我的士兵跑去哪里了？那里。十，好打多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怎么差这么多啊？外星生物的船，杀掉他们！哎、欸，人民都不见了、欸，人民不见是好事啊，不然我一直闹，一直乱。说什么啦？那么小声，听无啦，听无啦。哪里哪里？哦，这么远是不是？呜呼 ！Surprise！ 也可以叫摩托车嘞？怎么叫啊？我要怎么叫摩托车？哎、欸，我按了，确认空投目标，摩托车来吧！快投下你的摩托车！啊，应该投一台战车才对啊，不知道装一个带装一台战车来好了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完了，我要死了！等一下，等我回满个血再说啊。好，我直接坐上去。怎么做？教一下怎么做啊，大哥。教我一下怎么做好不好？按下搭乘救援。我没有搭乘救援按钮啦，是圈还是三角形啊？
啊，受不了，吵死了，又吵死又在乱，哪一个啦？达成救援按钮，我揍人了嘞！哪一个？圈啊啊，就说按圈就好了。达成救援按钮，我揍人。唧唧歪歪的。外星生物的武器是新型的。快点，我要达成。哇，怎么动啊？啊哦，干，好帅啊！完了完了，不要再玩了，会死人。多了一只还蛮猛的，那我快要没血了。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啊，不要没有玩些摩托车了。下次用装甲车了，好不好？下次要装甲车了啦。Oh my god！ 我弄下坦克车好了。坦克车，快给我下来！布莱克战车编号41，我们等下开一下坦克车，看坦克车长什么样子啊！刚好这边一大堆敌人，开个坦克车或许会好一点啊！你看那个变种青蛙，红青蛙那么强，等坦克车下来，快点！来了，已经来了！哇，好帅哦！哦，原来是 4.1 的哦，我要怎么上车？哇，来呀、啊！我们跨越了发泡，语言与肤色的隔阂，好强哦！建立了现在的人类社会。干，可是好乱哦！现在我们就要跨越星球间的隔阂，跨越星球间的隔阂。这件事，哎，坦克车爆了！哈哈哈哈！我们与邻居之间，干超容易爆炸，怎么解决呢？是用枪炮弹药吗？不该是这样的。少啰嗦啊，播报员。我们一直是靠沟通来解决问题。可是他们不沟通啊。一定也能顺利解决。我才不相信这种鬼事呢。快点把这只比较强的先打死啊！部分民众正在试图与外星生物交涉。有用吗？虽然有期望沟通的人，但现场无法处理这种要求。快死一死啊！是长官，我想补血啊！长官有没有医护兵啊？医护兵，快去了！医护兵，等下还有一只，好远啊！不要在那边试长官啊，吵死人了！赶快把前面那一只鹿王自己给解决掉啊！我要叫他们闭嘴。叫你要市长官是不是？闭嘴！闭嘴 ！DEF 哦，闭嘴 ！EDF， 还叫错，不好意思。他们就除了这几句之外，不会别的吗？是长官，是长官，这边在浑水摸鱼啊，长官，去死了，在那边哦，受不了啊！我真的觉得我的部队都是智障，你知道吗？吵得要死，哎。打得好累啊，我的天啊，不知道什么今天玩得特别累啊，好吧，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学会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有机会再继续我们的这个地球防卫军武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